法官的心机，法官的心机呢，首先这个悬吊是调节滚筒的，也就是面团压薄的这个厚度。右手边这个调节的旋钮呢，是调节出来之后面团的直径，通过这个手柄来调节。那这个呢，是停止开关，停止开关按压之后呢，机器断电，要复位的时候需要向开关上箭头所指示的方向旋转，大约30度，就可以复位了。复位之后呢，机器有电源，启动按键，按压一次呢，机器开始运转。然后呢，操作的时候只要将这个面团压之后的这个厚薄呢调节好之后，和出来的这个直径，通过这个手柄调节之后呢，就可以将面团放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看看实际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分割松弛后的面团呢，已经放置在车架。先将机器复位，电源指示灯一下，我启动一下，启动按钮，机器开始工作，将面团呢放入到入口。这是整形出来很漂亮的一条法棍，我需要将它的长度呢再增加，把这个直径缩小了，那我可以还将直径缩小，有一时针的方向旋转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它卷的圈数是有1.5圈，我要将它卷到2圈的话，我就要将厚薄调整薄一点，顺时针方向调整，滚筒的之间的距离呢减小。我再试一个看看，现在我们看到呢，就是比刚才那个直径已经变小了，然后长度呢也加长了。比较一下，两条长度和它的直径都是有所变化，这就是刚才调整之后的车出来不好的几种情况。滚出来不好的几种情况呢，一个是卷的数量不够，再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卷出来的这个长度不够，还是说长度过长，这个粗细的直径呢没有达到要求的，就需要调整。第一个，我卷出来的这个圈数呢，大约是1.5圈到2圈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。需要它能够一卷的数量呢，是由这个面皮的压皮压这种面皮的厚薄来决定的。厚薄就是调这个手柄，然后卷出来的面团的直径呢，是由这个手柄来决定的，调整这个手柄。我们现在看看卷出来的情况，现在我卷出来的这个面团呢过短，我需要将面团卷出来的长度变长，直径呢不需要这么大，我只需要这么粗的时候，我的调整。第一个，我将右手边的旋钮向卷出来直径小的方向来，就是一时针方向旋转，然后呢，我还要将面皮呢再薄一点，那这边呢是要顺时针的方向调了，是将面皮要薄，调整之后呢，我们再看看面团滚出来的情况。
现在出来的链条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和它的直径，比刚才那一个它就已经变长了，并且这个直径呢也就缩短。